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香西大枝饺。利用笋尖虾饺馅搭配大枝香西，可以有多一款色香味俱全的美味点心。大枝饺馅的配方：笋尖虾饺馅300克，大枝100克，香西15克，盐、麻油、胡椒粉各少许，拌匀备用。皮配方：炖面粉100克，生粉100克，清水210克左右，猪油2克。烫面方式和虾饺皮一样嘅。放适量嘅生粉，以炖面拌匀。一起烫面，增加韧性。大部分的生粉烫面焗1分钟左右，再加入筛子软硬适中、略带韧性的面团。烫面水要开，快速拌均匀，稍微焗1分钟左右，加入余下的生粉。最后放猪油，封保鲜纸静置10分钟左右，出体白皮。每粒皮重18克，馅料重20克左右。蝦餃皮只要掌握好配方、燙面手法，就能皮爽帶韌性，呈現透明狀，重點的關鍵。炖面皮可以演变很多点心，包括银针粉、炖面花之类。
水开，猛火蒸五至六分钟左右即可。皮爽，晶莹通透，虾肉殷红，鲜味爽而有汁。借此机会向大家告假一段落，几天后回中国一段长时间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回来后再见，拜拜。